粉色的毛线，摸起来很柔软舒服，就特别的少女心。还有一些可爱的配件。没有搭配钩针的，这怎么搞？等等，我问一下卖家，难道要我徒手搞吗？喂，你好，为什么我买的毛线包包没有钩针的呢？19块钱的东西，你还想要工具 啊？这样也行？那我们只能徒手搞了，又是考验我的一天。点个赞给我点信心，做完如果好看的话可以送给你们。先来做包包的底部，弄差不多这样的长度，然后在这里打个结，就是这样子一排呢，差不多打4个结，再把下面这一条线穿进洞洞里，第一排完成。不要问我为什么会徒手编织，这是我妈妈祖传给我，她说以后我赚不到钱的话可以用这个方法去卖包包。你们的理想都是什么呢？小时候我特别想当老师，但是长大后我就不想了，可能是总被老师叫去背诵然后怕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语文老师就特别�喜欢叫我去背诵，一个星期起码5次，你去想一下就好。你们看，有一点模样出来了，感觉离成功就差那么的一丢丢。先在这里打个结，然后来弄另外一面了，还是重复刚刚的步骤，打结，好像弄少了一半，你看缺了个角，这个咋办哟？没事，相信我可以挽救的，我肯定能做出好看的包包送给你们的。在我7×42饼的情况下，你看两边都一样大了，现在把它拼凑起来。我小熊的技术你们可以放100个星的，毕竟画画也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又要拿3000块说事了。现在呢，就准备来编个手提，把多余的部分剪掉，把小熊贴上去，2个面，一面一只。好不好看？你们说真的可以装东西的哦，不是假的。我感觉我可以去卖包包赚钱啦！喜欢的小奶扣扣，我要小熊包，我去做一个大大的，可以背去上学。